各位偵探社員，我啱啱收到個最新嘅委託，而家大家有 case 要一齊跟。內容有關琴日嘅重大事件。喺琴日，香港免費電視嘅發牌結果已經出咗咯。但係令人疑惑嘅係，公布結果嘅文件上面有住好明顯嘅修改痕跡，而結果只有兩間電視台獲得發牌。而家委託人要求嘅係，我哋要徹查呢件事。他到底有冇幕後黑手修改咗呢個結果？廣播市場進入戰國嘅時代，市民將會有更多免費電視頻道選擇，亦都可以收聽音質更佳嘅數碼電台。三間申請免費電視牌照嘅公司，其中奇妙電視係有線寬頻全資附屬公司，有線寬頻依家亦都有經營收費電視，而香港電視娛樂就隸屬電訊盈科，電盈亦都擁有 Now 寬頻電視。會使用香港寬頻光纖網絡的城市電訊亦都加入競爭。行會在審批三份申請的時候，就考慮了一籃子的相關的因素，因此行會今天的決定，現階段原則上是批准奇妙電視及香港電視娛樂的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我們都知道這個工作有了結果之後呢，很有可能出現一種順得歌情失草意的情況。來者不拒不是我們制度一部分，一直以來呢，我們的制度呢都要求有一系列的準則的。是政府主動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們呢，所以我們在12月31日呢，就是向了政府呢遞交這個免費電視的申請的牌照。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裁決的決定是感到非常非常之失望。港市職工會方面估計有12萬人在政府總部集會，警方就說在銅鑼灣出發的遊行最高峰那陣有大約2萬人。個公司得唔得係由我哋香港市民決定，由收視點去決定，就唔係佢呢啲小圈子喺個房裏面一班唔睇電視嘅人去決定我哋呢班成日睇電視嘅人究竟有乜嘢選擇。今次我哋行動代號叫做精節牌坊，聽日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我希望你哋認為都曬有用嘅資料出嚟，知唔知啊 ？Yes sir。看來你們都找到一些有用的資料，好，現在你跟我匯報一下，我們一起找個幕後黑手出來，成功的話年中有花紅。金田二，你找到什麼？我昨天主要調查是通訊局，發現他根本就不是幕後黑手，反而是其中一個受害人，詳情我們就看片。通訊局我們是一個法定的獨立的機構，我們是會盡量以一個獨立的角度去看每一個申請，我們希望是可以做一個比較獨立、比較客觀和有理據的一個建議。行會的最後決定並沒有跟到通訊局的建議，自己進行3-2。其實行會現在是否質疑通訊局的決定呢？而行政會議成員之一的葉劉淑儀亦曾經在節目中說，通訊局說什麼都好，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是最高的層次，是可以不跟的。那你玩完了，哇，竟然當通訊局沒到喎。蘇錦良重申，行會做法是合乎程序公義，做決定的時候已經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所以不需要再次諮詢。政府在整個發牌的決定上面根本上就是自把自為，完全沒有理到通訊局的建議。而主席何沛謙亦都提及過行會多次要求通訊局修訂發3牌的建議，但通訊局認為沒有這樣的必要，行會就自把自為決定。所以通訊局根本沒可能是幕後黑手。金田三，你又找到什麼資料出來匯報一下？知道了。
對於我調查係行政會嘅，我就覺得佢先係幕後黑手。每個免費電視牌照申請者都合乎條件，同時都有能力去維持一個電視台。先睇節目內容，奇妙電視會有兩條中英文嘅24小時免費頻道，粵語頻道有新聞、財經、娛樂、兒童、體育同埋電影等節目。香港電視娛樂打算只係提供一條24小時嘅粵語頻道，以娛樂為主，涵蓋財經、新聞、音樂、旅遊等等，亦都有長者同兒童節目。城市电讯提供的频道最多，初期有12条频道，6年之内增加到30条，每日播放12至24个钟头，而不少是转播同联营的频道。由此可见，其实三间电视台都有足够的能力和金钱去维持电视台的运作。之前广管局的研究报告就说三个申请人都没有问题，建议政府连发三个牌照，但为什么政府只是发得两个呢？還有之前政府聘請的顧問報告曾經提及過，香港電視是三間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的電視台中排名上是第二，即是說即使只是發兩個牌照亦應該不發香港電視，但事實上最終只有香港電視不獲發牌，明顯是對香港電視不公平，同時亦都表明了揀香港電視就代表更上一級的行政機關更改了最終的發牌決定，而這個幕後黑手很可能就是行會。行會成員當中其實有專業知識的非常少，換言之在審批牌照這件事件裡面，他們是以一個非專業的角度去決定，而且行會成員裡面還有涉嫌利益衝突，部分成員代表著現有兩家免費電視台的利益，他們當然會盡一切能力阻止發牌給新的電視台，例如行會成員張志剛在亞洲電視主持了2年的節目，根據報章當日張志剛是反對香港電視有牌照，這樣反映到行會很可能行使不到一個專業和中立的判斷能力，反而是黑箱作業，是幕後黑手，最終令香港電視拿不到牌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保密機制大大增加了行會法案的可行性。當前排啦，因為個個行政會議成員或者非官守官守成員出嚟，佢都話因為保密制度，所以有好多嘢唔方便透露，而家就成為咗佢哋擋箭牌。即是令行政會議成員不論他在行會內講點乜，他都以當中的資料可能涉及商業資料和機密為理由，拒絕向公眾透露討論過程和內容。但事實上，現任政府扭曲了這個行政會議保密制的意思。所謂行會嗰個叫做保密制咧，而家咧直情係俾政府個嗰啲所講嘅嘢咧，係擾亂咗視聽。保密制唔係我哋咁用嘅。是在我們考慮重大問題的時候，能夠讓行會在討論的過程之中，在作決定之前，是能夠有一個保密的空間，讓他能夠坦率地交換意見，不是讓他作為擋箭牌不向公眾交代為什麼有一些重要的政策是作出決定，所以他們一定要走出來交代。保密制是一種對行會決策的變相包庇，令到他們更加以去黑箱作業和煩惱，擅自修改發牌決定。所以行政會議絕對是幕後黑手。行會成員只不過是一班工具，實際上搞你出來的是行政長官，所以認為行政長官梁振英就是最終的幕後黑手。根據基本法，行會只是一個協助特首施政的工具，是一個有品位而沒實權的機構，同時成員由特首委任，雖然說擁有決策權，但最終的決定權始終在梁振英一人手上。行政會議的成員很特別，是純粹由行政長官一個人就決定的，一個人就決定，一個人就決定，一個人就決定。今次事件上，一眾行會成員、建制派以及梁粉都沒有一如既往地挺身護主。曾鈺成更明言，特首有權在所有行會成員反對下，一意孤行去作出自以為是的決定。特區政府決定原則上發多兩個電視牌，我們決定的細節和理據一直以來我們都是不公開去披露的。行政會議的機密制呢，你是碰都不碰得的，那市民的知情權去了哪裡？
政府你行出嚟话俾大家听系咩原因啦？由于法律诉讼已经开展，特区政府更加唔适宜喺呢方面，更唔适宜喺呢方面，更唔适宜喺呢方面，更唔适宜喺呢方面做进一步嘅评论。盲嘅都知道你做紧戏啦，你有冇职业道德噶你啊？究竟香港是法律大、政策大，抑或是特首最大？我梁振英。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11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梁振英的支持评分创上任以来新低。梁振英的民望因为 HKTV 发牌事件现在是-31，是吧？這個就是特區政府在電視發牌一事之上拖泥帶水、逆民意而行，不給市民支持的香港電視網絡進入市場，但是亦都沒有充分的理由去解釋。下次要出我們的鎮山之寶，一籃子的相關因素，一籃子的顧問的報告，一籃子的法定要求，一籃子的公眾利益，一籃子的行會決定，一籃子的循序漸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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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序漸進，係一個循序漸進。你九唔搭八，你根本就一路都解釋唔到乜嘢叫做循序漸進引入電視競爭。政府部門同埋行政會議都參考了專家顧問他們詳盡的報告，我們不是覺得很冤枉，是很震驚的。我要公眾知道不是我們的建議令到政府做一個這樣的決定，一開始就說沒有發牌上限的嘛，你不可以在人家交了申請書之後再想一些評核的標準出來去揀的嘛。咁如果係咁，咪直情係呢叫咩啊？做馬地嘅，做馬地嘅，做馬地嘅。可以讓市民明白嗰個決定咧，我覺得係唔容易嘅。用有 common sense 嘅方式嚟講到，大家都明咯。呢個係政府嘅責任，唔可以話你唔明噶啦，好複雜噶，咁就唔講咯，係咪？當然，我哋喺可能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不斷講，但係。我們在一個制度裏面來去講，我們不能夠呢是背棄這個制度，根本一直都沒有解釋清楚發牌的條例，那是不會保密制是另外一件事，根本不可以用來做擋箭牌，做擋箭牌，做擋箭牌，做擋箭牌。梁振英曾表示政府需要向市民解釋，但隨後又補充只必須在符合制度的前提下作出解釋，因為基於行會制度，稱港府不可以講太多，分明是想推卸責任，以行會作擋箭牌。梁振英作為行會的最高負責人，又豈能夠獨善其身？現在香港有一樣東西很缺乏的，叫 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呢時時都是用一些很迂迴折曲、指鹿為馬、偷換概念的方式來講，就大家當然不明白了。我哋唔等於話叫政府去解釋。特首，我亦都希望你收起你嘅高傲，真心去聆聽市民嘅訴求。特區政府咧認真研究一下，呢個行政會議應該點樣發揮更加大作用。聽唔到，對唔住，聽唔到，對唔住，聽唔到，對唔住。廢柴，你條廢柴！梁振英坐上特区行政长官大位，承接香港行之已久、行之有效的制度，操作起来却荒诞连连，无视程序正义，颠倒黑白是非，礼崩乐坏，以君临姿态视规矩程序制度如无物。这个人以制度之名刻意将制度扭曲，运用语言艺术行不公不义的所为。由此可見，梁振英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是，其實真正的幕後黑手不是這兩個，我們阿爺，我們阿爺爺。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在這一年，究竟這裡是一個什麼地方？這裡是一個香港人的電視台，我們不做中央。唔做中央台，阿爷会好嬲噶。我嚟嘅系打好你度嘅根基，我唔系想攞
即短暫的光輝，什麼即係嗰啲冇用、冇用、冇用，即係一時的即係光輝咧，未必係永恆嘅。點解我哋會死得不明不白呢？中共驚咯，中共真係啊，佢要掌權，要握權，一定要啊抓緊兩樣嘢。第一就係軍隊，唔使講啦嚇，我哋啲解放軍。第二咪就意識形態。算有北邊嘅支持，我都唔會要。因為呢啲係唔長遠嘅，呢啲係唔個根基打得唔好嘅。如果我哋想將呢個台變為一個國內台的話咧，就揾一個國語人。我個國語就好差嘅。上者冷，輪胎冷。揾個上司同用國語同某一個同事傾談咧，發覺就係唔得嘅，終於都要改用英語。咁咧唔係啊，我唔熟悉國內人嘅品味嘅。OK， 我如果你想將呢個台變為一個國內台咧，唔關我事，我冇興趣。我是要將我是一個地道的香港人，這個是一個香港人的電視台，香港人的電視台，香港人的電視台。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是因為北京落 order。 落 order 啦啦啦，在三個申請人中，王維基在中國是沒有任何業務的。阿爺非常之驚王維基成為第二個《蘋果日報》啊，所以阿爺仲唔驚你同肥佬黎一齊夾埋整佢咩？所以佢都做翻少少嘢啦。咁阿爺就梗係叫翻自己嘅馬仔阿 C One 喺免費電視牌上立即三揀二。係啦，所以真正嘅兇手。是我們的阿爺中央，你們的資料很有用，也都跟真相很接近，但是他們仍然不是真實的兇手。真正的兇手是他發牌機制。那過去行政會議或者會同行政長官這個所謂發牌的，即最後這個所謂決定權的這個機構呢，它都是行禮如儀的，它都是要聽你通訊局或者間接有港管局的意見，你那個建議才是主要的。因為你是前面做了很多專業啊、科學啊各方面的即工作做完了，然後給它建議，那就行禮如儀咯，那個是 approval 來的嘛。其實是那些這行政會議那些成員識什麼，即是它說它難聽一點，對不對？所以過去呢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今次問題就是說去到這個地步呢，就是咁啲人就會問：咁點解明明係發三間，通訊局又話發三間，你又發兩間咧？咁呢個程序或者發牌機制有冇問題咯？咁當然質疑嗰個發牌機制嘅就係話：喂，唔應該由呢個行政會議嘅發牌啦，或者行政長官批准啦，係咪？其實好似外國有啲地方係一個通訊事務委員會就 OK 啦，因為你個譬如通訊事務委員會或者好似香港通訊局，佢係個法定機構。大部分的成員都是民間的，入面的委員全部是民間的，所以他這個這樣的架構呢，就是當時我都是這個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委員的，就是我是那個那個標琴的成員的，就是說當初要將這個電訊和廣播合併，於是呢就要成立一個通訊事務管理局，然後這個通訊事務管理局就是一個規管的機構，政府的部門就是那個通訊事務管理局辦事處 ，OK， 咁然後下面有個電訊總監 ，OK， 咁個 Teller 咧，即係近時嗰個所謂影視處啊咩嗰啲就轉咗另外一個名稱，就咁啦，管電影啊電視啊，咁嗰個係行政部門，咁啊，咁但係嗰個法定機構就係個通訊局，咁去外國包括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或者台灣都有個類似香港通訊辦嘅組織。咁你呢個發牌其實就去到佢哋嗰度咪 OK 咯，係咪？咁但係香港就唔係，要去到呢個行政長官咁啊。咁當然當初嘅諗法咧，就係譬如話港督會同行政會議，佢最高嘅權力機構。咁呢個大氣電波係屬於公眾資產，咁於是你發牌俾一個電視台咧，你要考慮到好多問題。咁於是咧，最終嗰個決定權應該就喺個最高嘅行政首長嗰度，咁就穩陣啲咁解啫嘛。咁但係而家嗰個廣播同電訊已經合流啦。係咪？即係嗰個所謂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咁發達嘅時候，你法例已經追唔上
嗰個發展啊嘛，係咪？所以就算嗰個發牌嘅機制，其實都應該要即係改變咯，係咪？唔係你個發牌制度要改咯，即係我嘅建議就喺呢個通訊局就 OK 噶啦。就算你行會或者行政會議都係擔任一個角色，譬如你嗰啲 approval 咧，你係只要通訊局個建議係合理嘅，你都係應該要即係贊成嘅，係咪？你都係要主要按照通訊局個建議嚟做咯。當然你可以把關，最後就你都仍然係有一個最後嘅決定權，係咪？咁但係就唔好似而家今次咁，因為你話成個發牌嘅過程同埋制度其實係冇好清楚列明，其實市民係冇參與到，我哋都唔知佢做過啲乜嘢，係成個發牌制度。如果你話佢針對佢成個程序咧，其實真係冇固定嘅條文寫，好似淨係就香港現時呢個發牌制度，其實係發牌嘅事件咧，風波其實係搞咗總共前後係1300多人。如果你係一個好完善嘅制度，譬如一個獨立嘅發牌局咁樣咧，發牌制度嘅局咧，咁你係唔需要去由港管，即係港管局俾三個申請去行政會議作決定咯。咁如果你話個制度有乜問題，咁可能係講話行政會議嗰個權力太大，係最尾做下埋嗰個，而未必係真係實際考慮到究竟邊個電視係真正市民需要，或者係呢個發牌制度裏面嘅程序需要咯。毫無疑問。事情的最大問題是在發牌機制那裡，制度規定了發牌的最終決定權在行政長官手上，令到各個疑犯能夠以法治和跟曬程序為理由肆意地干預發牌決定，最終導致了這宗事件的發生。我就覺得兇手就很簡單的，令到大家不得看電視看多個台的兇手很簡單，就是呢、这個北京共產黨嘅底下制度嘅所有奴才，佢哋全部都係有機會做決定嘅，有機會影響到呢個發牌。如果佢哋繼續維護呢個制度嘅暴力，同埋呢個制度依然係每日咁暴力去屠殺市民嘅民意嘅時候，佢哋每一個人都係兇手，每一個人都要負上責任。如果我哋明明知道發牌機制存在住問題，但係又唔反抗，我哋亦都會成為幫兇。今日。我哋就要揭穿呢个凶手嘅真面目，佢就系而家最有问题嘅发牌机制。所以我哋结论就系、是，真正凶手就呢个发牌机制。呢三个嫌疑人，只不过因为发牌机制有漏洞，而俾咗佢哋滥权嘅一啲权力。如果要解决问题嘅根本，呢、这个机制一定需要改变。既然找到答案，我会将这个如实话翻俾委托人知。好，既然成功破案，今晚个餐我嘅。中国制的唐老师，你们知道的太多了。